OK， 这叫外抽的真空机啦，它除了可以外抽的话啦，其实它这个啦可以给它充气的。一般上有时候你们会遇到那个薯片啊，或者是那种电器产品，它要附要防撞防压，就是要里面有空气的话啦，它这个机器啦，它是可以选成抽气或者是充气的。当然我们要先 set 那个抽气的时间，如果充气的时间是 B， OK， 我已经 set 了一个5秒了， OK， 然后我就按设定好了。但是这个有一个看到充气开关吗？我们要按的充气开关，你看到上面这个亮灯啊，它才会是有那个充气的那个功效咯。同样的，我们把我们要充气包装的那个东西，我们同样的把纸袋放在它的这个出气的那个风口头这边，然后我们一样的把脚踩在这个开关这边踩一下，它就会自动下来了。然后它过后它就现在在吹气咯，可能我现在放五秒太少了啊，还是有点空气。五秒太少了，因为这纸袋会比较大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依照纸袋的大小来进行看要放多少秒咯。啊，看到这次保持有那个漆里面啊，还是没有漏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一般上薯片啊，还是那些电子产品啊，不要给它压到的话，就可以放这个充气的一个功效。